接下来，我和妹妹一起为您献上一支舞蹈，听我说，谢谢您。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爱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化，爱你唱唱歌。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安常在心底。谢谢你，感谢你，把幸福传递。我听说就是亲生父母其实后来和你是的，带着心愿啊。那我们请妈妈先休息一下，在下边听听女儿的幸福心愿是什么，好吧？来，有请。我的幸福心愿是为全民公益健身活动筹备资金。好，为全民健身事业筹备资金，这个资金用来怎么去运营呢？青城如果有一些热爱瑜伽的人，我可以免费公益性的带他们晨练瑜伽，户外的百人尊巴。尊巴是瑜伽的一种舞蹈的一种。看看你们怎么帮助他吧，来吧，有请各位。首先呢，我会帮助你去报道宣传尊巴的这个项目，然后我也会在此之前先送上一套我们随同奔跑的这个篮球装备给到宝宝。学会去爱别人，别人才会更爱你，你才会更幸福。所以我相信你这么优秀，你以后一定会很幸福。安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助力你1000元，梦想基金，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谢谢。关于全民健身运动的这个活动，如果多一份力量，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得到一份关怀和回报。所以呢，作为便利大本营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支持您1000元的梦想基金。如果你想在课余时间增加一个副业的话，我们天津晨美国际贸易公司助力你1000块钱的产品作为你的创业基金，可以加一个副业，我可以亲自辅导。谢谢。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也给露露带来了一份幸福的礼物，来一起期待一下，请开门。哇，我叫严雨林，是北京严雨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为全民健身的公益活动给他提供一些师资的支持。那也希望在老师的助力下，更多的师资力量的进入你这个全民健身的项目当中，能够帮你早日实现梦想。